我要做一个特色的月饼，有新的风味，还有传统的口感，加埋叉烧下去。哎呀，啊顶啊！阿灿唔识做饼嘅，只不过咧就系、是、有个朋友，佢嘅爸爸咧就好耐以前就已经去咗马来西亚啦，啊咁就喺马来西亚嗰度咧就做咗一个好特色、好好食嘅叉烧月饼出嚟。呢个人个名咧就叫李良俊，啊我哋特别全程嘅地方将佢重新再做出，加一个新思维再做出嚟啊，咁啊变成咗阿灿东池叉烧月饼，嗯，即管试下啦。